有一种幸福叫做有家回，有一种温暖叫做回家有汤喝。这个汤快来你的男朋友做好笔记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只需要一点点就能泡出一大碗。炒裙带菜的时候一定要用芝麻香油，炒到虾变色，倒入清水、豆腐，再打一个鸡蛋做蛋花，调味不用太多，只要盐和黑胡椒就足够鲜美了。低热量高蛋白还富含钙质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喝吧。